大家好，我今天到了雅安，然后我跟小黑一块在这里。我们今天吃了啥？我们今天去哪里玩了？我们今天把衣服洗了。我们今天这怎么弄？这个也弄，这个也弄，这个也弄。那我是不是得把以前的主消掉啊？你在干嘛？跟谁聊天呢？你在干嘛？我在教你啊，你不要三心二意好吗？这是你的，这是不是好好学习，别跟别人聊天了好吗？我不聊了，别三心二意。我闺蜜找我那个的，别三心二意好吗？来，我再教你，在这边呢。不，我们去那边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来。张小白，不会了，我不会，我在能不能学习的时候认真一点啊？不要玩手机行吗？别人想要我教还没有这个机会呢，我都是让他们到现实中来。我错了，我都是让他们面对面。像你现在有这么好一个机会，你应该珍惜啊！好好学吧，别玩手机了，好好学吧。不玩了吗？不玩了吗？好吧，下去吧。走。学会了吗？虽然有点难，但是很难吗？不难吗？大姐两下就学会了。她两下就学会了。嗯。这又要剪辑，要拍，还要讲述，关键还要那个码字。是啊。还要各个。哎呀，是啊。你觉得你能学会吗？我努力，我大姐都能成功，我也要相当努力。是啊，你年轻人应该接受能力更强。关键小哥教得好。好好学习吧。好，肯定好好学习。决定好好学习，肯定也好好学习。学不会的话，晚上就请我吃饭了。好。晚上请我吃啥？我要吃鱼，到雅安了，我要请你去吃鱼。
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。真的，那个哑鱼。好的，别到时候我到晚上了，又说没有啊。你完了，后路都一个堵死。别到晚上又说没有啊。后路不，肯定不会。那么辛苦，肯定好好犒劳你，真的。好的。对我又那么好。好的。来，从这个怎么上船啊？就是个怎么那个上船的话，那个怎么搞？晚上有鱼吃吗？不走。啥？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我正在学，我正在学，我在学啊！给我接受的，我在学。学会了吗？嗯。是这样，然后学会了。不是你都真的搞笑。好了。就这样。好。简单吗？啊？简单吗？你看那个动作，确实搞笑，你知道吗？很搞笑吗？慢一点。哎呀，尴尬了。我发现你也挺逗的。晚上去吃鱼。嗯，必须得吃，咱们早点去，早点去，早点回来。嗯。西瓜，嗯，好几天了放车里。好吧，那我拿刀了。还是那天在路上买的，我在那边。多大的西瓜？我买这个瓜你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可以来，正好天气热。对呀。来消消暑。你去拿个勺子，咱一人半。我用手吃，不需要勺子。啊？不需要勺子，我用手吃。哎呀，这瓜挺脆的。好，这个我晚上吃。我不管你的，你吃不完那都是你的，吃不完你就丢了，我就不管他吃。坐这里吃。我拿勺子。还有把凳子呢。